我用的是冰条线，所以比较大条的话勾的圈数可能会不一样，所以大概就按照尺寸来勾制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们从这里开始量一下，到大概是30厘米的长度，对，30厘米。然后这个眼睛这里的话，我是空了18针，量一下长度的话是大概是20厘米，20厘米。然后这个长度的话，就大概是到眼睛到鼻梁这里。如果说你想要鼻子下来一点的话，那长度可能要更长一些。 可能是4厘米啊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就没有那么紧。我勾20厘米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很紧，松度还是可以的。如果要下一点，可以勾长一点。然后耳朵的话是50厘米，对，耳朵的长度是50厘米，大概是个50厘米这样子。然后头顶的话，我是勾18厘米的头顶，大概是边条线头顶的直径哦，直径是。 18厘米，然后这里到头顶到这个位置的长度也是18厘米，像这个尺寸的话就是大人带是可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用不一样的线，可以按照这样的尺寸来钩织。好，现在的话，等一下我就钩织这个帽子的主体部分。主体部分的话很简单，我用的是短针钩织，大家的话也可以用长针钩织，这样子的话钩织的圈数比较少一点，长度就按我刚刚那种那样子的长度来就可以。 不管你是用短针呢，还是长针，都可以用那个长度来勾出来的话，尺寸的话就是合适的。好的，现在的话开始勾织。S C 代表是短针 ，I N C 代表是短针加针，C H 代表是锁针，然后打一个勾结，然后呢，先勾织8个短针，然后好准备一个。 记号扣，对，然后一勾完第一个的话，我没有记号扣标记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起立针的，也没有引拔针，整个钩织是一个旋螺式钩针，所以记号扣一定要标记好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等一下哪个是开始。二。 是用冰条线钩织的话，这里起立这个力全时候要勾得太紧了。如果你勾得太紧的话，等一下它的帽柄它就会凸起来，这个这样子的锥形的样子，所以不要拉太紧。好，我们勾完8个之后呢，我们来把这个线圈拉紧，对，然后继续勾第二圈，第二圈的话是勾加针。 在每一个针目里，如果在每一个针目里勾2个短针，每开始一圈的时候，第一个针目都要用记号扣标记，然后在刚刚勾完一个短针的同个针目里再勾一个。 再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加针短针加针。那第二圈的话，我们就要勾16个短针，总共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 13、14、15、16。好，第二圈勾完了，勾完之后再把这里的线圈拉紧一下，它不是有洞吗？就可以拉紧一下。 然后现在勾第三圈，第三圈的话，我们是勾一个短针，先勾一个短针，记号扣标好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然后再一个短针加针。
像如果你用的线像冰条线的话，就用那种比较大的钩针直接穿进去的话都不好穿，所以我一般都是用这个尖尖的这样子钩进去，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短针加针，增加针。好，第三圈我们已经勾完了，然后开始勾第四圈。第四圈是勾一个短针先。然后一个短针加针。然后再一个短针，好，这位这样子为一组，就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为一组，我们要勾八组，勾八组。一，再示范一组，一，一个短针加针，再一个短针。如果说你就是勾着勾着不知道勾哪，你就数一下，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一、二、一。那这就是第二组已经勾完了，第二组勾完继续按刚刚勾织的方法一直勾勾勾到这里。好，这里的话就大家自己完成。勾完第四圈之后，我们来勾第五圈。第五圈就是勾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。一，第五圈就不用错开来勾。凡是单数的话就不用错开来勾，双数错开来勾就可以了。二、三、这样子，一二三，五个短针，总共就是勾完了一组。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针目加起来就是五个针目，这为一组，然后继续勾八组，总共的话是要勾四十针。再示范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这里要勾同一个针目。勾完第五圈，我们勾第六圈。第六圈的话是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个短针，这样子重复勾织八组。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一、二、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这样子已经勾完一组了，就按这样子勾八组，再勾一组，一、二、一个短针加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，然后再一个短针。好，勾完两组，然后继续勾，勾六组，对，勾完六组之后再勾第七圈，勾完第六圈，现在勾第七圈，第七圈的话先勾五个短针，一。勾完五个短针，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，然后
这是第一组，做完我们总共要勾八组，然后再勾一组示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勾一个短针加针，通过针目里勾。再勾六组。好，勾织完第七圈之后，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头部的直径，直径大概在17到18厘米左右就够了。现在的话，刚刚我勾的比较紧，所以现在的话大概是17厘米这样子，17厘米也可以。然后，现在勾第八圈，第8到13圈都是不加不减针，总共要勾56个短针。然后，刚刚。这里第8到13圈的话，主要就是到眼睛部分，到眼头顶到眼睛的部分，跟直径差不多17、18厘米，可以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你用的线不一样的话，你就按照这个长度来勾织就可以了。勾织的圈数的话，不用一定要这样子的圈数，只要是长度够就可以了，长度是18厘米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勾，一直勾到13圈，然后这里的话大家就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现在第13圈已经勾完了，我们量一下这个头顶，然后到这里的尺寸有多少。刚刚我说的大概是18厘米，现在来量一下，也差不多就是一样的，跟头部的直径差不多长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来开始勾第14圈。第十四圈的话，是先勾19个短针。第14圈，我们已经要开始勾出眼睛的这部分，所以先勾19个，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。好，勾完19圈之后呢，我们要勾18个锁针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。好，过完十八之后呢，我们这里要跳过18个针目，再数一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，对，十八，再算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。好，跳过18个，然后从第19个再开始勾，开始勾十几个短针。这里的话，我们要 skip 18个针目，18个针目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勾20个。好，我们勾完了第14圈，那好，我们现在来量一下这里的长度。我刚刚量的话是20厘米左右，现在我们来开始量一下这里大概是不是20厘米，差不多的，就
就是20厘米左右。如果说你想要鼻子也露出来，你就勾长一点，勾长一点，24也行，勾到24也行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我量一下，量一下24厘米大概有多少个针目，就空多少个针目，多勾多少个锁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勾下面的了。下面的话，全部都是不加不减针，勾56个短针。那这里的话，就大家自己完成。我这里是勾到25圈的长度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长度勾多长都可以。可以戴上去试一下长度够不够，不够再加针，再勾圈数都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主体的就这样子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勾完的整个就是这样子的，勾完整个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耳朵的话也勾完了，耳朵等一下再那个再上传，再勾，在这里再勾不出来。然后现在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其他的大家自己完成了。这里是勾了51个锁针，长度是大概是50厘米。所以如果你用不一样的线的话，可以勾50厘米长。我们现在开始用勾这个耳朵。先打一个活结。我是勾锁针51个锁针，2 3 4 5 6 7 8 9 10 11 12。这里的话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长度勾织单数锁针，勾织单数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勾织耳朵两边都要对称，所以要勾织单数的锁针。如果说你用的线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勾织50厘米，然后50厘米就看你勾多少个锁针，但一定要勾织单数的锁针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勾的是51个锁针，你可以勾53个，或者是55个、57个这样。哦，没电了。好，我们勾完51个锁针之后，然后再倒数第3个，1 2 3，开始勾49个长针。是48个长针，勾48个长针。料线穿进去，勾出一个、两个，料线穿进去，勾出来，出
穿出一个、两个丝线，我这么来，发现，勾出来，给发现，发出。哦，继续勾，直到最后，最后一个这里。哎，我用桥钩在这里标记一下线，在这边这里标记一下。大家继续勾，直到最后，到最后第二个倒数第二个这里，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勾。好，现在已经勾到了倒数第二个这里，然后我们在倒数第一个这里勾五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。因为这耳朵的话，它这里的话是一个半圆形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勾五个长针。我把记号扣标在这个第二个针目这里，这样子的话不会勾错。你也可以这样子标记一下。可以把这个线头压下去。好，勾完第五个的话，继续在另外一边这一边勾48个长针，然后勾到这里的话，勾到这里再勾一个长针。让两边对称，因为刚刚我们这里，空了两个没有勾嘛，跳了两个针目没有勾，所以这边的话，这边我们要再勾一个长针，然后让两边都对称。我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，像这里不是特别好勾，你可以用这个钩针的这样子勾起来。哎呀，这边大家自行完成，等一下我们在勾缝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勾完了48个长针，然后在这里再勾一个长针，可以让两边对称。好，勾完之后不要断线，然后与我们的内耳缝合在一起。总共的话是有勾织四片这样子的，一模一样的勾法，勾织四片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缝合。我们用短针缝合，勾织短针来缝合。你可以对应来勾织，像这里的话可以缝合一下，然后这边对应两个针目，两个针目这样子勾织。
短针来把两边耳朵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一圈都是这样子钩织到这里，然后留长一点线，然后用于头部的缝合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大家就自行完成。我总共勾了两片耳朵，正确的话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勾错了，应该是正面在外面，然后这里的话我是没有缝合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缝合耳朵。缝合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技巧的，你可以多试一下调整一下位置，缝上去不行的话可以重新调整线，不要只固定线头就行。我们在一二三四五第五圈这里开始缝合，先这样子看一下行不行，先这样看一下，这里厚一点，缝厚一点的话可以好看一点，这里看我们这里穿过来，在第五圈这里你穿过来，然后这里缝上来，只要固定住就可以，然后再缝下去，然后再穿上来，然后再这里缝过去。缝合之后呢，我们先这样子把两个耳朵先缝上去。是在第五圈，一二三四五这里，我们先看一下位置，大概是针的，那么针穿过这些，好，我们现在这里固定一下，好，然后再穿上来，穿上之后再继续这样子缝合。缝合之后可以带一下位置，试带一下看一下位置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，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拆出来再重新找好位置缝合就可以了。之后的话然后我先固定住给你看一下，看一下线头怎么固定，然后缝完之后我们从这里去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对，穿过这里，然后把线穿进去，穿进帽子里面去，然后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你可以在这里固定住，多穿几下把它固定住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把线头剪断就行了。好，固定住，固完之后，